金平老师、蔡丽芬老师、吴曼慧老师、邱雪芬老师、王韵勋老师以及陈丽华老师所指导。各位嘉宾，这时候我要邀请各位一起来参与我们小朋友的活动喽！好，准备，嘴巴、翅膀、扭屁股，嘉宾一起来，小朋友跟台上的嘉宾比赛，看谁跳的最像美国鸭子。扭屁股，班长，你要站起来了，不要再拍了。好，双手举高，鸭子是美，这个很可爱的动物啊。好，不是只有会长而已，台上的嘉宾都要一起来。好，欢迎现场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。3、4年级带来的美国鸭子吴彤彤，嘴巴、鸭翅膀、鸭屁股，翅膀、屁股要扭，屁股。哦，会长你很赞哦。我看我们杨校长有没有扭？有。哦，校长也给瞧下去了哈、哦。后面也有。哦，我们主任也很认真的。好，手举高。这是我们4年级精心策划的一个进场创意进场啊，我们的服装非常的整齐划一。美国鸭子舞可爱俏皮的舞步哈，让我们现场的嘉宾都嗨起来了。